在戏里一直帮妈妈找男朋友，你觉得在今天典礼里面所有入围的这些帅哥哥们，谁最有资格当你妈妈的男朋友？只能讲那一个，只能讲那一个。幸福，幸福。哇，康仁哥，你气色超好的，有爱情的滋润真的很重要哈。金钟白瑞英函授一位男友姓吴，华灯林心如盖杨锦华比他亮。第57届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来啦！以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的范少勋颜值在线，独特服装却被窥及死生鱼片三色蛋。13岁的同剧演员白润英不止让邵雨薇母爱喷发，也顺利拿下金钟奖迷你剧集男配角奖，恭喜恭喜你！你自己心目中最想带的幸运物是哪一个人？我的幸运物。是我哎！你在戏里一直帮妈妈找男朋友，你觉得在今天典礼里面所有入围的这些帅哥哥们，谁最有资格当你妈妈的男朋友？只能讲那一个，只能讲那一个。幸福，幸福。我们欢迎康仁。哇！哎，真的是私心很严重哦。哇，康仁哥，气色超好的，有爱情的滋润真的很重要哈。是妈妈的，欢迎仙如姐、金花姐、秋月姐，还有演员阿静，你这次魔鬼女大兵哎，好帅哦！因为我太怕演员扯我头发。我就是 Rose 妈妈，今天在这边，你觉得你有什么地方、什么优势赢过咱们的苏妈妈呢？我颜色比她亮。苏妈妈，你5度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奖了耶！快点拿出你最最最最压箱宝来。高一点点。那演员呢？之前因为你呛家阿纪，你说你赢过他的就是颜值了，还不够明显，应该还有身材吧 ？Oh my god！ 压轴中的压轴，陈雅兰，雅兰姐，哇，太帅！哎。阿内不会倒我，是。那大家也问我说，对我得奖，自己得奖有没有信心？对。那我是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啦哈，但是我的机会应该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呢？就看这张看板。嗯。因为这些都是6位入围者。是。那我们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称为是四弟嘛？没错。好，来请数一下，1、2、3、4，那不就四弟吗？也就是第四个。